你再听一次。房东现在做什么？下目标。在聊这个。房东在写的，下面的数字是左手边那两个五十、四十、三十是房东写的。四十三，这个四十三十。三十、二十、五十、三十、五十、四十。嗯。画家，统统画家。嗯，看一下爸爸。这个大小，大小，大小，大小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胖虎。